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一句啊，这一句是延续这一个问题了啊。要如何实践而向于真谛之觉啊？然后以这样的方法呢啊，以此。以此方法，然后这个 charan 什么意思？行，正行于啊，正实践的是吗？哈，嗯，正实践。应该是指菩萨嘛，对吗？哈，因为他是主格嘛，哈，的菩萨啊，然后他可以怎么样？啊，那觉悟啊，真谛之觉，随觉，真谛是吗？对吗？哈。因为他要这个方法是向于真谛之觉了嘛，哈，他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那就是实践这个方法的菩萨，他真的可以随觉真谛了啊，对吗？哈，对吗？哈，阿奴嘛，哈，或是觉悟真谛了啊，对吗？哈，因为 Edgerton 还是。那一个 Morning William 他也没有随的意思在嘛，就 awake 是吗？哈，懂意思吗？哦，我们就觉悟真谛，可以吗？以此方法就是 yata 啊，可以吗？好，再来。觉悟之后，在觉悟之后，为正实。二十件，为真实是吗？啊，二十件，真性是吗 ？Tattva 是吗？哈，二十件 ，Pratipadyate 是吗？哈，是吗？哈，是。然后呢？然后，正如是实行的不多。然后。然后就正如是实行。正如是，以此方式是吗？以此方式。而正实践是吗？这个是正实践。以此方，这个正实践应该是指为真性而实践是吗？对吗？哈。真性实相，我们用实相好了啦，它其实就是实相嘛，哈 ，truth 嘛，哈，实相为实相，为向于实相而正实践的，对吗？哈，菩萨。不多声闻地，不堕声闻地是吗？是。声闻
然后呢？不堕迷之佛地。不堕辟支佛是吗？然后，去入菩萨离身。去入是吗？是。菩萨的什么？离身。这个是尼亚嘛呢？决定。决定离身没有这个意义，这个在这边可以吗？这边他又用了另外一个词，这是25000颂，所以 他有不同的拼写形式了、哦、可以吗？尼亚嘛，他有这个一在这边了、哦、离声是没有一在这边、哦、可以吗？阿玛嘛，再加上一就变成 Y 嘛，对吗？哈、哦，可以吗？啊，你有这个 E 就是变你，加上 Y 嘛，啊、哦、，Y 嘛是什么 ？Y 的一个名词，对吗？哈、哦、，Y 嘛，啊、哦、，Y 嘛是吗？可以吗？可以了哈，啊、哦，不是。然后以此方式为相实相而证实见的菩萨，不堕声闻地，不堕辟支佛地，去入菩萨的决定是吗？是菩萨菩萨的对吗？菩萨的决定去入菩萨决定复合词啊，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它有这一些好处了哈。后面都在修饰这一个方法，怎么样修嘛哈？那修了之后会有这一些好处的啊。那应该要怎么修？懂意思吗？啊，好，那你的问这个问号要摆在最后嘛？啊，对吗？哈，是吗？哈。不确定，好哈，你要继续吗？还是要换人？都是问句，对对，因为他问了要用什么方法嘛，哈，啊，这个方法有这么多好处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可以吗？啊，也就是，如何这个项羽啊，这一个。如何向于真谛之觉的如何实践而向于真谛之觉、哦、啊，以这样的方法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啊、哦，对吗？哈、哦，如何就用什么方法可以向于真谛之觉？这个方法又可以有这个方法可以有这一些好处，这样子啊、哦，不堕恶圣嘛，哈、哦。然后能够向于菩萨的决定，对不对？哦，好，再来，谁要发心呢、啊？显山同学在微笑，你有准备吗？三分之一，没有帮你啊，哦，试试看。念一下哈，念一下。Evan Ute Bhagavan Ayusmantan Subuting Eta Avocat。好，这是最简单的嘛，哈、哦，什么意思？如是被说时。啊、哦。世尊对具受须菩提说此。世尊是吗？对，具受须菩提是吗？哈、哦，说了此，
是吗？哦，好，说了什么呢？嗯，彼不见彼法之边际。怎么？来，一个，这有两句了哈、哦。来，我们先猜一下 ，yasya 对吗？哈、哦。嗯 ，yasya antam。yasya antam 嘛哈、哦，这个是长音短音的 ，anta 嘛哈、嗯哦，对嘛哈、哦，它是两句对不对？它要有一个子句在这边嘛哈、哦，对嘛哈。哦第一句是什么？无有此法是吗？那娑达摩是吗？哈、哦，无有此法。然后呢？这个彼就是菩萨嘛？哈、哦，彼。这个 yasya 应该是指达嘛？对嘛？哈、哦。此法之边际嘛，是吗？哈、哦，是不是？此对吗？哈、哦，这个此紫色是达玛嘛，对吗？哈、哦，对吗？有没有问题？所以英文大概可以这样子来处理啊 ，there is no like this dharma 啊 ，of which one see。The limit 是吗？哈，应该这样子嘛？哈，是吗？觉法是看得懂吗 ？Of which which 就是 Dharma 可以吗 ？The limit of the Dharma。被见，就是某人可以，就是菩萨可以看见这样这个法的边际，可以吗？哈、哦，比见此法之边际啊、哦，那这样的法又不存在，可以吗？看得懂吗？两句是这样表达了哈、哦。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菩萨见到此法的边际，那此法又不存在，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菩萨见。法无有边际嘛，有边际就不存在嘛，哈、哦，无边际才有的嘛，哈、哦，是吗？哈、哦，就是菩萨见法无有边际嘛，哈、哦，可以吗？如果见到有一个法有边际，这样的法是不存在的，可以啦哈。哦那意思就是说，菩萨见到的法是没有边际的，有边际的法不存在嘛？哈，这样 OK 吗？哈，就是比见。就是他应该是要哈、哦，比见，这个比就是菩萨嘛，哈、
或者说菩萨，一个是菩萨见法无边际，或者是菩萨不见法有边际，是吗？是应该意思应相当嘛，对吗？就是见法是无边际，就是不见法有边际嘛，是吗？可以啦，懂意思吗？这样会变了吗？变得出来吗？有点困难，所以要有点悟性，就是说菩萨见彼之边际，但是彼又不存在，对吗？那表示法没有边际的法才能还存在嘛？有法无边际嘛，是吗？就是见法无有边际嘛，所以他不见法有边际，有边际的法不存在，不见，可以吗？不见法有边际了，有边际就是有这个固定的嘛，对吗？那这是般若要破的嘛，固定不变的。好，他的旨意是这样，他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菩萨见法无边际，或是菩萨不见法有边际。好，再来。达达恰帕沙蒂亚达那堪契达曼乌巴拉巴蒂。好，什么意思？以不得任何一法之凡事见。好，来来来，这又是两句嘛，好，第一句是什么？以那样的方式见，是吗？欸，你怎么会啊？看演讲的。哦。菩萨以那样的方式见嘛，对吗？可以吗？塔塔恰帕夏提，那这个菩萨就是隐含在第三人称单数嘛，他们指涉的是菩萨嘛，也是彼啦，可以吗？可以了哈。那这个方法它有亚他来修饰它，对吗？也就是以那样的方法然后呢，菩萨不得什么？任何一法。任何一法，这样看得懂吗？这样两句并起来是什么病？那样的方式，
就是这一个方式是吗？也就是不见任何一法这样的方式，可以了，听得懂吗？听不懂啊？慧心法师看得懂吗？这一句啊，你也不知道啊，还在想哦。就是说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见了，那后面还有以这样的方式呢，菩萨不得任何一法，是吗？也就是这个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见，然后以那样的方式呢，不得任何一法，是吗？所以可以这样来表达了，就是菩萨以不得任何一法的方式见，可以吗？就是这个方法都是同一个方法，菩萨以那样的方法见，以那样的方法就是不得任何一法，可以了。好，再来后面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吧。也不会安乌巴兰巴玛那萨瓦达玛苏亚一滴巴沙滴，什么意思？不得任何之法。这一个哈，这个巴沙滴是见嘛？他见什么？见一切法空。对，一切法是空的嘛？那主持是谁？应该是菩萨。什么样的菩萨？以不得任何一法的凡事见的菩萨吗？对嘛，就是这一个，这个是这个现在分词嘛，主格嘛，对不对？也就是不得任何一法的菩萨嘛，在修饰菩萨嘛，对嘛，以不得任何一法的方式戒嘛，那不得任何一法的这个菩萨见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法是空的，是吗？对吗？很简单啊。对，他看到的内容就是一切法是空的嘛，那谁见呢？就是这一个主持嘛，这个主持是在修饰一个人呢，对吗？因为他是一个那一个 participle 嘛，对吗？而且他是这个 lap 的这一个未自言的现在分词形，对吗？你们找到这个字吗？这个字有找到吗？这个是现在分词，知道吗？知道，不知道的举手。在做的时候不知道，你不知道。来，第几页？第
222条。对，222条、哦、你看到这个 mana、哦、mana 这一个是一个分词的一个形啊，哦，二百多少？222条。222啊、哦，不对，我们看一下222条啊、哦。这个是400多了啊、哦。好，这边嘛哈，222是吗哈 ？mana 有没有 ？mana 为字眼的，对吗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是 mana？ 对，也是 mana 哈，可以吗？觉法师有找到吗？就是这一个、哦、你们有人有认得出来，有人认不出来、哦、啊，现在没关系啊、哦、这222条也是不得任何一法的菩萨见、哦、一切法是空的、哦、观见、哦、好，再来呢，Satya apari apanam wa asatya aripa asatya apari apanam wa tam save sunya iti pasyati、哦、什么意思？这句怎么理解？这个是什么 Satya，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意思？ Pari 是吗？ Apana 是进入，进入是吗？ Pari， 然后 Apana 长音是吗？啊，对，是吗？长音、Apana 这是什么分词吗？阴性单数耶格，阴性单数什么？就是进入是吗？然后呢，这个啊，那个是非 ，satya 是吗？一个是真谛，一个是非真谛。然后 pari apana 是吗？哈。然后呢？这个 time 是做什么用的？知道吗？哎，圆慧法师知道啊。啊？拿麦克风，拿麦克风。啊，你不知道，慧行法师知道吗？都没人知道。然后那个德善同学也不晓得啊、哦。那我们给的提示有说吗？提示没有这一句。那个是指他们的意思吗？他们是空。欸、这一句没有翻到、哦、这一句没有处理到、哦、好，
这个玄奘大师的有没有类似的？玄奘大师有类似这个文有吗？还是他有随觉呢？哈，随觉。如实见四谛，所摄所不摄，诸法皆空，是吗？哈，相当于这一句嘛，是吗？对吗？哈，好，好，我怎么理解、啊？学生看空的时候。空的反义是，不论那些法是否属于真实，他都看到他们是空的。好，所以一切法，这个沙维是什么？一切出格，一切出格是吗？是吗？locative 确定？怎么理解？出格怎么理解？沙瓦他是跟随这个什么代词变化，对不对？沙瓦这个词是跟着代词一样的嘛？啊、哦，沙瓦，所以它有 a 的，它有可能是复数啊、哦，它不是处格。来 ，sarva 它是跟着代词变化的、哦、你们这边可能太久没接触，有点忘了、哦、来，这边它有讲到、哦、就是这个 sarva 啊、哦、，sarva 它是跟着代词一起变化的、哦、可以吗？这是第几页？202啊、哦，沙瓦是跟代词一起变化的啊、哦。然后呢，但是呢，它在这个中性的主格、叶格、夫格单数不同啊、哦，就是单数的这一些啊。哦，在中性单数的这三个格位跟上面的不同，其他是一样的，可以吗？哦、所以它应该是复数 te， 可以吗？对吗？哦、可以吗？它应该是复数主格吧？哦，那这个孙雅呢？孙雅应该是有东西掉了，对不对？对嘛，哈、哦，孙雅应该有东西不见了，他应该有一个。啊哈，对嘛哈、哦，听得懂吗？要不然他应该要有连音的嘛，对嘛哈、哦，他应该有东西掉了，他
它有过，它已经有一个连音的变化在里面了，但是你不能有两次连音，听得懂吗？哦，所以表示它没有合在一起，表示已经有了一个连音变化在这里面，是吗？阿哈遇到母音是不是会不见？对对对不对？对吗？哈，好，所以这是一切是空嘛，对吗？哈，一切是空的嘛，哈，复数对复数啊，对吗？哈，这样就合理嘛，哈，那就不用 locative， 是吗？哈。所以这个 pari apana 是什么意思？这个要去确认嘛，哈、哦，这变成我们要去处理的一个啊、哦、pari apana 是吗？有这一个字吗？没有哎、欸。啊 ，Edgerton 那边有啊、哦、，Pari Apana 啊、哦，什么意思呢？属于嘛，哈、哦，对嘛，哈、哦，所以这个跟真的这一个我们玄奘的翻译。大概是应该是一致嘛，哈。所摄嘛，哈。见四谛所摄或不或所不摄嘛，对嘛，哈。可以吗？属于真谛所摄的是吗？哈、哦，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先一个这个属于真谛所摄是吗？哈、哦，所摄或。或属于、哦、假设啦阿萨迪亚嘛、哦、或属于非真谛所摄是吗、哦、然后呢这个是阴性业格，对不对？对嘛？哈、哦，啊，这一个呢？阳性业格或是中性业格，对嘛？哈、哦。怎么样？麦克风，谁说它是阳性？学生只有找到那个单，它是一个。哦，单是哦好。啊，院长说什么？是。哦，单应该是阳性叶格，对，中性叶格是它的啊、哦，对对对，好、哦，很好。好，这个是阳性叶格嘛，哈、哦。就是那这一个我看一下啊阿帕那 Pari Apana 它基本上它是这个 adjective 可以吗形容词那它有没有可能是名词
看起来他这边是转成名词用，对不对？哦，是吗？所以菩萨，哦，菩萨见彼，对吗？哈，对吗？哈，见彼，对吗？哈，菩萨见彼，一切法是空的，是吗？哈。就这个彼的内容，就是一切法是空的了，哦，就见的内容了，哦，菩萨见彼嘛 ，tam 对不对？哦，那彼，哦，不管，哦，不论彼属于真谛所设法，或属于非真谛所设法，哦，基本上要表达这个意思了，哦，这样 OK 吗？这个是阴性单数业格嘛，哦，对吗？哦，所以这就是要修饰探嘛，哦，可以吗？可以啦，哦，那我们有一个文法，就是说一般的这一个代词会受实词影响嘛，对吗？哦，但是通常嘛，是吗？不是每一次，对吗？哦，那个文法怎么说啊？还有印象吗？那个代词一般是会受实词，但是这个不是实词，哎，等一下啊，哦，usually 的通常嘛，对吗？哈，哦，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有印象吗？我们看一下哈，名词句的，你们有没有印象？是不是这一个？这一个嘛，哦，他说如果是主词是一个 pronoun and predicate is a substantive 就是实词，但是这个看起来不是实词了，哦，是吗？哦，The pronoun usually reflects the number and gender of the predicate， 是吗？哦，predicate 就是那一个后面的那个部分啊，哦，A 是 B， 那个 B 的部分可以吗？好好，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菩萨见彼，哦，一切法是空的，而且就是菩萨见了，哦，然后
彼不论属于啊，真谛所摄或属于非真谛所摄，这样子。这样 OK 吗？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了，哦，就是如实见一切法空嘛，哦，如实见师弟所摄或不所不摄嘛，哦，就是非真谛摄，就是属于非谛之摄，就是非真谛摄，可以了哈，哦。好，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了啊，哦。诸法皆空哦，就是如实见。诸法皆空，哦，这边的见是如实见，哦，按照玄奘大师的一个，就是他隐含的是如实见，可以吗，哦，那这样的一切法，这边是附带说明，这样的一切法不论是真谛所摄或是非真谛所摄，哦，可以吗？好，再来就简单了嘛，哈，哦。比如是见识，对吗？哈，哦。再来，要念吗？对，念一下。萨埃万帕山阿瓦克兰达尼亚摩摩迪萨多摩哈马哈萨多戈特拉布毛迪多巴瓦蒂，什么意思？比如是见，是吗？哈，嗯。然后呢？而入决定的菩萨摩诃萨住一种心地。阿克兰塔是吗？入于，已入于是吗？哈。决定嘛，哈，菩萨摩诃萨是吗？哈，住于是吗？哈，种姓地。已入决定之菩萨摩诃萨住于种姓地，然后呢？他下戈特拉布毛斯蒂他下那穆达维尼巴多巴瓦蒂耶那穆达维尼巴蒂那斯拉瓦卡布明瓦布拉迪耶卡布达无名瓦巴德，好，什么意思？对比已住于种姓地的菩萨，非是从顶而堕，因为从顶而堕的菩萨会堕于声闻地或辟支佛地。等一下，又会不会从顶而堕，啊？对。
以住种性地，对不对？嗯。知菩萨，对吗？哈。而言，对吗？哈。属格嘛，哈，怎么样？他到底会不会从顶而堕？应该不从顶而堕吧？无有是吗 ？Na pavati 嘛，哈。对嘛哈？对嘛哈？因为从顶而堕是吗？会堕于哪里？声闻地或辟支佛地。声闻地嘛，哈。辟支是吗？哎，辟，应该是这样子吧？是吗？对不对？住种姓地就不会从顶而堕、啊，因为他住在种姓的嘛。啊、哦，如果你会堕，就会堕到声闻辟支，那你就不是住种姓地了。对吗？哈，可以吗？这样听得懂吗？可以了哈，这个具格当原因嘛，哈，就是以住对以住种心地菩萨而言，无有从顶而堕，对吗？哈，为什么？因为他住种心地就已经是菩萨种性了嘛，他如果再堕声闻，那他种性就变了嘛，对不对？哦、听看得懂意思嘛？就已经住种性，他就不会堕，因为你如果堕，就会变其他种性，那你就不是已住种性了，相违嘛，对吗？哈、哦，这样看得懂吗？哎，我这边没有翻是吗？有是吗？但是你们看不懂逻辑，现在懂了吗？可以了哈，就是住种心地它就不会堕，若堕你就不是住种性了，你就改变种性了，对不对？啊，若你住种心，就表示你不会堕，一直都是菩萨了，就不会堕啊。如果堕，就会堕到声闻辟支佛地。这逻辑是应该是这样子了啊、哦，这样帮你翻好了，不错。院长，那个种性它是属于在哪一个阶段啊？就菩萨位啊。就是已经住菩萨，就是已经菩萨决定了嘛。大概是初地还是？般若经。般若经如果是。如果是这一个大品，应该是七了，对不对？七才繁盛，就是无生法忍。对，才决定嘛，对嘛哈、哦，才是真实菩萨了嘛哈、
那你初地是华严的系，但是后来两个系统又有一点混在一起，懂意思吗？哦，因为学生的版本好像是提到欢喜，是吗？这是要去看的，啊，哦，就是说佛典一开始它有它的意思，但是流传到后面被其他的系统影响深，他们就以为是那一个，所以可能搞不太清楚了。对不对？哦，所以导师为什么会去爬书那一种古意啊，哦，就古意他还没有这些内容的时候，那你就按照大智度论的说法，那新意你又已经结合到华严的实地进来，所以那就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导师有时候就是说就不一定会采用经的说法，因为他已经混到了，哦，懂意思了，哦，一般导师会依经说了，但是有时候他发现有不同的文本的时候，他会说他已经改变了，改变意思就是我就不采用这一个说法了，哦，明白吗？哦，听懂了啦，哦，像他那个顶就是像大智度论说的那个，它不是十三根的顶吗？应该不太一样吧。十三根的顶还没有入圣位呢，嗯，对吗？哈，哦，那这个已经入圣位了吧？但是，嗯，有一个说法是那个，大智度论，啊，欸，是那个十回向。进入初地之前有一个十三根啊，那个对，那是唯识的，对，是跟这里，对啊，这边是般若的嘛，嗯，哦，可以啦，哦，不太一样的吧，哦，因为当初在定义顶的时候有好几个嘛，对吗？哈，哦，无生法忍是一个嘛，有没有？是吗？慧心法是无生法忍，就凡圣已经分了嘛，对吗？哈，哦，可以吗？它顶其实蛮长的啦，哈，哦，有一个阶段已经就是无生法忍，哦，那已经是住顶不堕，你还没有到无生法忍的顶，它可能会是堕到顶，但是又不上菩萨位，不堕二圣，对不对？哈，哦。还有更后面的会从顶堕的，大概你从这经文看顶大概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住顶不堕，那是很稳的嘛，哦，那是上菩萨位的，可以吗？还有就是不上又不下的顶之身嘛，哦，那还有会从顶而堕的，那应该是更后面的，因为住顶之身他还不会堕二圣地，但是在这个层次在后面一点，它就会堕了，可以吗？哦，听得懂吗？哦，顶很长，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住顶不堕的，对吗？哦，一个是住就是顶之身的，哦，它虽然是就是住顶不堕，就是上菩萨位了嘛，哦，住顶之身的上不了啊，也不会掉下去，对吗？按照罗什的译本，哦，那还有一种这边会从顶，如果会从顶堕，它就是更后面顶之身后面的这个阶段它会堕，所以会有顶堕的一个状态，还有不会从顶堕的状态是住就是堕于顶之身的，哦，还有助于住顶不堕的入可以已经入菩萨位的，啊，这个是顶的最高的，对吗？哈，最稳的，啊，有点不稳的，很不稳的，很不稳就会堕二圣地，哈，有点不稳不会堕，但是也上不去，对吗？哈，那上去就是最稳的这样子。大概从这个经可以看出有这几种状态，可以了，哦，合理吗？哦，这样清楚了，哦。
所以这一堂课有帮助，是吗？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啊。那后面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啦。好，所以对于这个顶堕堕顶这一段，应该大家都清楚了吧？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嘛，哈。经范本都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说法，合理的了，就是有不同的情况的嘛，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边。好，下课。